女孩打扮装成熟，她们心里想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打扮？女生就是会爱漂亮是正常，自己化妆，然后别人就以为说哇这样子。给你带来一些麻烦，这些事有没有发生？我去那个林森北那边，就林森山前柜，然后我要回家，计程车司机说我要去，我是在哪里上班？就是林森北哪里上班？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钟，爸妈9点打。